利肥巧克力出口全球46国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这个济州岛的芒果园区，然后接下来有请宋经理为我们介绍一下吧。你好，这里是韩国济州岛芒果农场。这个农场老板用库库里以后，产量这个比以前增长了20%，所以特别满意。所以我今天我们来这里来看看这个农场的现场。在库库里를이제어떻게사용하십니까평소에꽃이오기전부터는월2회로사용을하고있고비대시기가되면은그때부터는보보로월2회또하면서또연면시비도하고있습니다사용량은100평당 1kg, 10kg 에한 1000평 정도또사용하고20kg 가지고2000평을사용하고있습니다코코리좋아요코코리